这个蛋糕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糕。喂，我要过生日。行啊，我那天正好有空。想多了，不叫你。我那天穿什么呀？喂，大哥，就你穿什么不好看？我今天已经被小峰塞了一口狗粮了。怎么大晚上？那你也要给我再来一口？你去找他了？新店开业，出于礼貌，去看看不行？什么时候去的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去干嘛了？你别防我跟防贼一样的哈，也没聊什么，就他一直在帮你。什么？行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困了，睡了啊，拜拜。你别介意，我这个人呢比较挑剔，也不是什么都吃的。你不吃来我店里做什么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。在我眼里，你就只是个天天没事干的富二代。你以为小琴真的把你当朋友吗？只不过是因为你有钱而已。你除去这些拎包的，你还剩什么呀？我是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，但你连替我拎包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就喜欢给他拎包，怎么了？我劝你别纠缠苏慕云，你不配。欧阳晴雪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孤独的可怜虫，披着虚伪的外衣，浑身散发着恶心的铜锈味，而苏慕云有着高尚而纯洁的灵魂。就凭你，也配喜欢苏慕云？什么喜欢不喜欢？我想要的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苏慕云是你想要得到就能得到的人吗？哼，没办法，他就是喜欢我。他从小到大，心里刻的只有我的名字。你不要搞事情了，我没时间陪白富美。这单我请，你们出去，以后不要再来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我，晴雪，我们走吧。我快忙完了，晚点到啊。OK。大家跟着我走，我们就是吃了这家店的蛋糕才上吐下泻的。这家店的食材是不干净的，变质的。你们谁啊？你们看，这个坏的蛋糕还在这儿。你干嘛？我要报警了。闪开！来来来，跟着我到后厨，后厨绝对有不干净的东西。来，跟着我走，我们去看看。
大家看，奶油已经过期，这里面还有不明沉淀物。这桌式蛋糕的水果却更可怕了，你看这上面的霉点。这我刚买的，不可能过期，你别再拍了。这些话你留着跟网友解释吧，我们走。哎，你。收到了吗？我就猜到是你。我的东西没有人能抢走，我是不会离开他的。你别再做梦了。听说他的智能家居系统计划找到资金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猜因为你他会失去多少？今天采购的食材我没检查，然后来了两个人，他们说我是黑心商家。孙梦云，对不起。这个蛋糕是做给我的吗？我准备了好久，没想到这个蛋糕。